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进行是期中考之前我们讲完了 algorithm 这一部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进行的新单元是 programming languages， 好，就是程式语言。好，程式语言这一块其实你们算比较熟一点的，至少你们会了，已经上过一次计算机程式，那你们会了 C、C++。那我们今天这一个单元要讨论一些你们可能比较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发现了一个，好，发现我忘了加这个。好，你们在上计程的时候有没有老师介绍过说 C++ 是所谓第三代程式语言？有这样讲过吗？没有。但是你们应该蛮常听的，已经知道它是一个所谓的高阶语言嘛，对不对？好，其实程式语言有几个 generation 啊。那在这个图上的话，怎么可以转成这样？好，在这个图上你可以看到，就是有所谓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一直到四左右。那其实从第四代开始，其实都很 arguable。我不太建议说你们一定去记谁是第四代，我觉得对这个意义比较不大。第一代、第二代其实你们都接触过，就是第一代是所谓的 machine instruction， 就是我们第二章所讲的。大家有印象吗？就是一些控制码。那可是因为那些数字太难记了，所以我们就有第二代以后就是 assembly language 组合语言，这两个都算属所谓的低阶语言。那第三代开始就百家争鸣，就是有数不清的高阶语言，包含你们可能听过一些 Fortran、COBOL、Basic、C++ 都属于这一阶这里面。那有所谓第四代，就是配合资料库的和一些统计的，SQL 是资料库程式，然后 SAS、SAS 的话是那个生物统计软体。好，不过这个第四代有点像是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何谓第四代，所以你如果说多要说这些第三代，我想也不会有人有意见。好，好，这边其实就我刚刚讲的，这是你们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这单元第二个单元都讲过。那第一代所谓 machine instruction， 但这些东西因为真的你打开就是16 bit 嘛，16 bit 的0101。那因为你虽然用16进位来写会比较清楚，但是还是很难记。那如果我们去创造一些容易记的名字，比如说LD， 大概猜得出来应该是 load 吧。就是你就算没学过组合语言，就是这边用的 symbol 跟我们第二章所使用的好像稍微不太一样，可是你就算没学过那些东西，你看这个你大概也猜得出它是在干什么，对不对？就是你把一个 price 的东西，这 price 这边写 price 是因为让人容易记，因为之前我们是说比如记忆体 6C 的地方，可 6C 的地方你可以给它个名字，它名字可能叫 price， 这对人来说比较好记。好，组合就是实际上正式的组合语言它有这样的能力，就是你可以给它变出命名，可以吗？这跟 C 是一样的，就我们写 int A 的时候 ，A 它实际上有个位置，就你可以把 A 的位置印出来嘛，对不对？你可以印那个 end A， 就是 A 的位置。那如果 A 的位置印出来是100的话，其实你说100和说 A 只是一个我们人类比较 A 对我们来说比可能比较有一点意义。那这边是做一样的事情，好，就是当你看到这 price 这变出命名的时候，它其实只是相对应一个位置而已 ，OK， 然后就把这个记忆体位置的东西拿到 register 5，哦，这是 load， 应该看得出来。然后把 shipping charge 这一个变数里面的值，就是它这边也是代表一个记忆体位置，然后把它那个记忆体位置里面的值 load 到 register 6，然后暂存器6，好，然后把5和6的值内容加起来，把结果存到 R0，可以哈。这 ADDI 应该有些意思，在这一个组合语言里面应该有些意思。我可以直接猜测啊，我猜测它可能是不知道 integer 或 index 的意思。好，不过 anyway 它有一个说嘛。然后接下来把 R0 的东西 store 回去到一个total cost 所指到的抽屉号码里面，然后接下来 halt， 可以吗？这组合语言，就是你真的写组合语言的话，看起来会比较像是这个样子。好，那重点就是你有容易记的名字，还有容易记的这个 OP code operation code， 可以吗？这应该，然后组合语言，当我们就你知道这些事情，应该就差不多了。那对程式设计者来说就方便很多，这所谓第二代。
好，第三代的语言 programming language， 那就包含他希望能做到这些事情，就是我上面列的这三件事情。最主要其实应该说最主要做到第一件啦，就是希望能做到 machine independent。就是我们今天程式设计师，你可能不是很想说，不是很想 care 我的程式在哪一台机器上 run。那你如果是组合语言，或是你如果是machine instruction 的话，你一定 depends on 你 CPU 支援哪一些指令，对不对？就你在这一台这个 CPU 的 ADD， 可能在另外一台 CPU 是 ADDI， 你可能要用换个名字，而且呼叫的范围又不一样。这对我们程式设计师来讲，我可能希望就是一个像你们现在写 C 一样，就是 C 等于 A 加 B。你可能不是很想，当你写 C 等于 A 加 B 的时候，你心里可能没有在想说这在哪一台电脑可以做。基本上你只要相信，只要你这个电脑可以做加法，我的程式就能 run。你希望是这个样子的。好，那他希望能做到帮你做到这件事。好，你们现在其实就已经在做这件事了啦。我在刚才强调事情就是，当我将出 homework 的时候，我说你可以用 C++ 加加 programming 来写这个 homework 的时候，好像同学当然会问很多问题，但从来没有一个同学问我说，老师你打算测的平台是哪一台机器，对不对？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件事，也就是说你已经假设了你写的程式似乎在每一台机器上都可以 run， 似乎。好，但是这当然是我们希望能做到，那实际上不完全做得到。好，我要先讲。好，那它有一些特性，还有包含对不起，我要跳的是下面这边。好，这对不起，我刚刚看花。好 ，assembly 的特色是 machine dependent 啦，所以我刚刚要讲的是我们希望不要 machine dependent。OK， 然后。assembly 的话还有一个就 one to one mapping 嘛，跟就是一行组合语言对应到一个 machine instruction， 然后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变成把组合语言写的程式变成机器看得懂的东西，这个过程叫 assembler， 就是它不是一个 table lookup， 所以它不是一个我们就后面叫 compiler 的事情。好，那第三代的话，它就是差不多就是。没有，这不是这几个特性。那第一，我们会定义一些所谓的 high level primitives。回想一下我们的 algorithm， primitive 就是就像我们有一些我讲 if then， 你知道 if 是什么？你知道 then 是什么？好，我们讲 for do while， 你知道 do 是什么 ，while 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的 primitive。那讲 high level 的意思呢，就是其实它不是那么单纯的，它不是这个 primitive。我们一般来讲 ，primitive 是一个原始的、单纯的东西。可是实际上，它对应到 machine instruction 的时候，它对应到很多个。所以在它的概念在，就是概念是单纯的，但它对应到机器要执行的东西，其实是一个 high level 的状态，它是一个比较高阶的 primitive。那我们希望做到 machine dependent。哦，那这个我特别要刮胡 virtually， 就是不是完全，你要知道这件事不是完全。好，那一般来说，一个 primitive 这边在 high level language 的一个 primitive， 即使很基本的，也不能再分解，像 if then， 在 C 加加里面你也没有办法再去分解它。可是它还是 map 到非常多个若干个 machine instruction。好，这我们在第二章大致上都提到，你可以回想一下。那在高阶就是第三代的这个程式语言，我们把这个程式转换成机器看得懂、能执行的东西的过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compiler， 一种是 interpreter， 就是我通通这翻成编译，这翻成解译，一般来说是这个样子。那你们现在用 C、C 加加的过程都是 compiler。我记得我解释过嘛，就是 compiler 你可以想象就是书面翻译，那 interpreter 比较像即时口译，比较像这个样。我记得我有做过这个比喻，就是compiler 一旦 compile 完以后，那一张稿就是你翻译过后的稿，它可以一再的被使用，所以这个做一次以后，你就可以在它机器上一直用。interpreter 就是每次你要执行程式，它每次都即时翻译，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出来，当然就是这个效率会比较。慢一点，你要执行程式的时候效率是比较差的，因为你每次执行这种程式的时候，它同时还在做翻译的事情。那这个是 one time deal， 就是你只要 compile 一次之后，你每次执行那 ESE 档它不用再做 compile。 可是这个的好处， interpreter 的好处就是因为你每次都要重新做翻译，所以它比较能做到像是 virtually machine independent， 你对不同的机器你就找不同的翻不同的方法嘛。那你如果一篇文章已经翻译好了，就我把一个中文稿翻译成英文稿，结果法国人看不懂，对，你要到法国那边，你就只好请他
再你就要再做一次 compiler 的动作，把它翻成法文，就这样。那这个反正是一个万能即时口译，这样想象，就它反正谁来它就可以听得懂。所以这有各有各的好处。那使用这个 interpreter 最明显的就是 Java， 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 Java。那你们应该知道 Java 蛮跨平台的，就是它其实在 run 的是在一个 virtual machine 上，它可以整个跨平台。那 Java 效率也稍微因为这样而稍微差一些。那可大部分你 interpreter 的这一类的语言，大部分它还是提供你 compile 的能力啦，它还是有时候为了执行效率，它你可以考虑把它真的 compile 成一个 one time deal 这样。好，反正你知道有这两件事，它们稍微有点不同。好，那我们今天讲 programming language， 虽然可能你们在上技程的时候没有非常比较花多点时间在这上面，但你们应该有点感觉。我们讲程式语言 language， 你们其实都知道 language 是什么。我现在讲的话就是一种 language。那对不起，可是你们应该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现在这样讲的话，跟你们写程式的语言，他们虽然也叫做语言，但它有很大的差异。有懂我的意思吧？就是我讲这个话，我讲这句话里面加一些拉里拉扎的字，你可能是不影响你理解的能力，对不对？就是你不会因为我讲话多了一个分号，少了一个分号，你说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对不对？就是这我要讲的是这个差别，有一个这个差别。那这里面有差别，就是我们要通常会分两类，一个叫做 natural language， 就是我现在在讲的这一种叫自然语言。那另外一种叫 formal language， 正规语言。那其实有一门课，它课名就叫 formal language。那你如果对 CS 有兴趣的话，这门课建议你迟早可能要修。虽然我们系上好像没有 offer 了，我们电机系上这几年没有开 formal language。如果一直都没开，你又很想修的话，资工应该是一定会开这门课的。好，那什么叫 formal language， 正规化语言？怎么定义？其实它是定义在一个 grammar 上面的，就是文法。好，没错，这 grammar 就是你们想的那个文法，没错。好，那natural language 它也有文法，可是它的文法比较杂乱。当我讲 formal grammar 的时候，它有个很正规的表示法，我们不久以后会看到。它其实简单讲是 token 的兑换，它可以换来换去，就是说我给你一个大 A， 你可以换成小 A 小 B， 然后给你一个小 B， 你可以换成什么什么等等。这是我们所谓 formal language 里面的文法。好吧，这我们晚一点会看到。好，那你们所以现在你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我们使用程式语言跟自然语言有这个很严格的差异。那还有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就是在 programming language 的话，我们回到 programming language 这个东西，那它有所谓的一个东西叫可惜性 portability。那 portability 意思是说，你这个 language 多容易携带到不同的平台上执行，好，这是所谓的可惜性 portability。那理想上，你针对不同的平台，你只要用不同的 compiler 或不同的 interpreter 就可以。哦，通常 interpreter 我讲不同的 interpreter 比较怪了，通常 interpreter 是一个，它只是什么都会，通常，好不好 ？compiler 通常会有不同的 compiler， 就是你如果要 compile 在Android 上的，你有 Android 的 compiler， 你如果 compile 在 X86 上的，有 X86 的那种 compiler。 OK， 好，概念上是这样，就是你的程式不用动，你程式码不用动，你只要今天写好程式，你如果希望它在 Android 上 run， 你就只要找 Android 的 compiler， compile 完以后就可以执行。然后你要在 X86 上 run， 你就在用 X86 的 compiler 做就好了。概念，实际上呢会发生的事就是 depends on 你的程式怎么写的。哦，就是你的程式如果写得很应用到、很利用到这个作业系统或是这台机器本身的架构的话，你不可能不做任何改变。今天你们大部分各位同学，你们现在写的 homework 这一类，或是写排序程序这一类东西，通常都可以 fully portable， 大部分了。你们目前写的，因为都跟作业系统没什么关系，都跟机器架构没什么了不起的关系。就你今天写的程式，大部分来说，你写个排序，你输入使用者输入一些数字，大部分真的是没错，你找 different compiler， 你就可以在别的平台上执行。可是有什么时候不行呢？譬如说驱动程式 driver，
我们 always 都讲过 driver 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你们应该现在有感觉 ，driver 也是程式嘛，它也是写出来的一个东西。那 driver 它因为要使 OS 辨认这台 device， 所以你必须要去了解 OS 的架构，要了解机器的架构。那这种事情就像我只举例啦 ，driver 是其中一个 ，OS 也是。就你今天不可能写一个作业系统，作业系统也是程式嘛，它也是写出来的。你今天不太可能写一个作业系统，然后今天只要找不同的 compiler， 它就可以 compile 到这台机器那台机器。这一般来讲非常难，因为作业系统我有讲过，作业系统目的是要尽量最大化这个机器的价值，对不对？那你如果所以你的程式一定会根据你机器的架构有特质化。好，其实今天就很重要，就你今天写这个程式，如果有应用到机器，利用到机器架构的特性的话，这件事就不太可能做得非常好。好，今天你如果程式都没什么关系，就只是比两说一输入一堆数字算平均值，像这个东西在哪一台机器上做都差不多的话，那 portability 是做得到的，可以吗？那你们现在知道有这件事情就还好。那你们现在学的 C++ 加加，一般而言是被认为 portability 算是蛮好的一个语言，一般而言，当然可能输给 Java 了 ，Java 算一个很特例，算是一个超强的 portability， 不跟那个怪物比的话 ，C++ 加加算是已经算相对不错的了。嗯，好。好，那程式语言其实很多很多，你们会些什么语言啊 ？C++ 加加是我们系上一定要修的，有没有同学会一些其他？我们举手看看好不好？有没有同学会 Java？ 哦，那怎么叫会？我当然不知道，但是你自认自己叫会就要会，好不好？有会的举个手。啊，不太多啊，有一些同学，那有没有同学会写 Fortran？Fortran 要写会写 Fortran 可能要有点年纪这样，不是在有一代有某个 generation 非常常用 ，Basic 高中可能有同学教吧，有吧，有同学知道 ，OK，Pascal 应该不会吧，你们应该不太会有人用 Pascal， 好像台湾要念 Pascal，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好像是日本的念法。好，这边还有很多，我刚讲那几个。如果我重点是，如果你学过，你会除了 C++ 加加，你会一些别的话，譬如你如果会 Fortran、会 Basic、会我刚讲那几，还有什么 Pascal 的话，你会觉得你应该会有一种感觉，他们其实很像 C， 你应该会有这种感觉。好，那可是你学 C++ 加加的时候，你应该也会有一种感觉 ，C++ 加加跟 C 还蛮不一样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当然，它因为相融，就是所有 C 加加看得懂，说你用 C 写的东西。可是加加那一部分，你要定 class， 你要定什么继承，你要定什么 overload，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是 C 以前从来没听过的东西？然后我讲的是说，你们会我刚刚讲这些语言里面 ，C 加加是蛮不一样的。然后其他一堆东西 ，Fortran 啊什么，他们是比较像的一堆东西。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Programming language 大致上我们可以分成四大类，那你们目前会的东西其实还蛮 focus 在这一类上 ，imperative 这一类上。好，这个称为也有人把它这叫 procedural， 就是程序导向。好，那这一类的语言包含从 machine language 开始，它也是发展最早的一支。好，就从 machine language 开始，它就是属于这一个，然后 Fortran、COBOL。然后 Basic、C、Pascal、APL、ADA 这一类全都是 empirical 的。empirical 程序导向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今天要写个程，要做一件事情，我就想我要怎么一步一步用什么，就是你跟他讲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然后把它做出来。我这样讲很奇怪，你可能会觉得程式哪一个不是这个样子？好，大部分是没错，但是有一些程式不完全是。好，至少像 C 加加，如果你真的很会写 C 加加的话，它整个名字叫物件导向嘛。其实你在设计程式的时候，你看到个问题，你第一个脑中想的应该不是第一步、第二步，你应该想的是说，我在这个问题的世界里面，它存在哪些类别，这些类别里面有哪些物件，你应该要这样想。好，当然你们可能不是这样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要讲的是，你应该要，这是物件导向的思维方式，可以吗？就譬如说，如果今天要写个
绘图程式好了，就是小画家那种东西，对不对？我可能会想说，好，我需要一个物件叫做非常基本的，假设我们 button up 的话，我要需要一个基本物件，它这个物件什么都没有，它只是一个就叫让人家继承的，它叫物件就是了，绘图物件。然后接下来呢，圆圈可以继承它，方块可以继承它，矩形可以继承它，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接下来我会想我哪些物件，然后一个桌布呢，一个 paint 就是含有这些物件的一整个 array。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的思考是这样去想的，我不是想说如果今天使用者滑鼠点到这边按着这 button 我要 call 哪个 procedure， 完全不是这样去思考，所以他们做出来的事是一样的。 OK， 好，这种东西我们叫做物件导向。那这里面有一些你们比较不熟的，譬如说像 Smalltalk， 它是很早的始祖之一，这个你们可能比较不熟，但是概念是这个。那还有两个可能你们听都没听过的是Functional 和 Declarative。 一个 Functional 就是函式导向，函式我不太会翻了，反正就函式，它的概念是这样，它把整个程式视为一个函式，一个 function。 这应该没有问题嘛，你的程式说实话就是 take 一些 input 然后给它一个 output 嘛，对，我管你是什么 input， 你可以不给它 input 嘛，那 input 就是 void， 对不对？那输出就看你要在萤幕上输出，你总是输出一些东西嘛。好，这个就是所谓的函式导向，它把整个程式视为一个函式，然后接下来想的只是你这个函式里面要包含哪些子函式，就是函 functional decomposition， 可以吗？这是函式导向，我们大家都会简单的看一下。Declarative 是一个最怪异的类别，那我这一章我后半的重点会教你们 prolog， 我会教你们很简单的 prolog， 因为。原因是因为这个是你们最没看过，而且也差异最大的 declarative。declarative 在讲什么呢？它是说你要解这个问题呢，你只要想办法跟机器、跟电脑定义清楚你的问题是什么就好了。然后呢，它存在一个 universal 的 solver， 它会把你解掉。我听起来好像很神，说实话，我要先讲一点都不神。说实话，你发现你要把问题定义清楚的时候，你就等于解了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好了，譬如说你如果希望电脑算 N 阶 factorial 算阶层，你要电脑算阶层，可是你第一件事，假设我是电脑嘛，你要我算阶层，我就会问你什么是阶层，你要我算什么，你要跟我定义清楚嘛，你要怎么跟人家定义说，就是假设我会加减程度，就是你想象你如果在跟小学生讲，他没有学过阶层，他学会他会四则运算，好，你要他算 N 阶，你要怎么跟他讲？你可以讲一乘人乘道什么，可是你知道那是不严格的定义，对不对？就是你知道我们写什么一加二加点点点加那个点点点是一个不正式的写法，你应该知道吗？那点点点可以任意东西嘛？就一加二，你怎么知道下一个是三还是四？对，那你正式的写法用 summation 的这种写法。我说你很正式的定义，你要怎么跟人家解释阶层怎么定义？譬如我举一个例子，譬如你可以跟他讲。零阶是一，然后 n 阶呢，就是 n 乘上 n 减一阶。我这样已经定义完了，因为它是完整的定义，因为你可以从零阶，你可以 apply 到任何一个阶层，对不对？可是你有发现，当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其实等于把怎么算已经跟你讲了。好，这就是这个 paradigm 在做的事情，可以吗？就是他，你要他解问题，你必须把问题用他的方式把它定义清楚。等你定义完的时候，基本上你差不多已经解完这个问题了，然后他就会自己去找一条路，使得有办法。就是在这个在这种程式里面，你只要跟他讲 n 阶怎么算呢？就是零阶是一 ，n 阶就是 n 乘 n 减一阶，他自己会去算任何一阶，就这样。你可以问他说那三阶是多少，他说三阶，他就看那两个定义嘛。他不是零阶，所以他不知道他是一，可他是。n 阶，所以他知道是三乘上二阶，然后他又问自己二阶是什么？那二阶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二乘上一阶。一阶是什么？自己又不知道。一是一阶是一乘上零阶啊，零阶我终于看到，你跟我讲零阶是一，然后之后就一直算回去。好，这是这一个 program 在做的事情。至于怎么去找到那条路，他会做，那个你不用管，可以吗？好，这是。Programming language 主要的四个很不一样的 paradigm， 好，就是
我会建议你们练，渐渐有那种感觉了。如果你以后常常在要在 CS 里面的话，你如果用 C 加加，在写 C 加加程式的时候，真的要练习使用 C 加加的思考思维方式。就你用哪一个 parroting 的时候，你要试着用它的思考方式去做。那这，对不起，那这四个 parroting 其实能做的事都一样。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programming language 基本上很少有。是偶尔会有，但很少有能力不同了，不太多。基本上你用能用这个程式能写的，用这个程式大家都能写。基本上很少，就是譬如说你有什么是 C 加加能写的 ，C 做不到的，大概也不太可能。哦，你可以想想看，如果找到例子，你跟我讲一下。哦，如果说只是能力而已，只是就是你程式展现的能力，那我想应该一般来说都是一样的。好，其实这边从里面就讲的，就是我刚刚讲那些事情啦。就是 imperative 的话，其实我们又有人称 procedural。那你针对这个东西，你 approach 一个 problem by finding algorithm， 就是我们第五章讲的，我们找的就是你要解这个问题，就是找演算法。好，这是大家最习惯的 paradigm。declarative 呢，你有一个 general 的 problem solver， 可是接下来你要把你的问题用他的方法定义，你要必须要给他一个 formal 的 description of your problem， 你要找得到那个方法跟他解释以后，他自然就会解开。好，那还有接下来 functional 是什么？好，譬如说像这里面是把就是一个计算的一个小程式，那会计软体啦，把你 old balance 你之前的结余，然后加上你的 credit， 然后扣掉你的 debts， 就是 debits 就是欠的，然后加就是简单讲这个加这个减这个，就是你最后的 balance 啦。好，那在这个在 imperative 的话，你的想法就是我刚刚这样讲的，就是这个加这个，就是 old balance 加 credit 减 debits。好，这个想法是 imperative 的想法。如果是 functional 的想法呢，就是像你有个 function 叫 find sum， 就 find sum of 这 x 和 y， 然后 find sum 这个如果是个 list 啦，如果是一个数值当然不重要，如果是个 list 的话，它是个 array 的话，你可能用 find sum apply 在这个 list 上面，就它可能有五六个数字的话，你一样 find sum， 然后接下来这两个是两个数字，然后再 find diff， 然后就是你的结论。可以吗？我就是做的事都一样，完全一样，你只是想法不一样而已。你在想的是我用什么function可以来计算这样的东西，所以写出来会比较像这个样子，就是上面这个东西。好，这个上面写法是一个 Lisp 的写法哈。哦 ，Lisp 的写法它很讨厌，就是刮胡，刮不完的胡。好，这个东西你们可能不太习惯，就是我说function 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习惯上如果写f of x y 的话，这是我们习惯的 function 写法。在 Lisp 的写法是用刮胡 f x y， 它是这样写的。好，就第一个就是 f， 然后后面就是它的参数，可以吗？这是 Lisp 的写法，所以你会看到就是 find sum all balance credit， 好，这样刮胡会是找出一个数字，然后再刮胡 find sum debits， 然后这两个刮再 find diff， 然后整个刮胡起来。可以哈，这是就是你的程式基本上就是写一个 function。那如果你用这个写法的话，就是 empirical 的写法。好，就给你们比较一下，这是 functional reason 的写法，那这是 empirical 的写法，就是我们C的，你可能就这样算嘛。好，再举一个例子，是找我看找什么，找平均值。好，假设我有一个 list， 好，这 numbers 可能是个 list。哦，就是你如果这不知道我 list 的是讲什么，你就想 array 好了。哦，这个阵列的话，它里面有很多数字。那在 functional 里面，你要找它平均值的话 ，functional 里面就会 find sum apply 在上面，然后再来再 find 这个是 array 嘛，再看这里面有多少个数字，可以吗？就你假设十个数字的话，这边就会十嘛，然后再两个去相除 find quotient， 可以吗？那你用 empirical 写法就会这样吗？ sum 就你这边可能还会用个 loop 之类的，
用 Summation Loop， 然后把它加起来，然后你可能你比较聪明的写法，可能在同一个 Loop 的时候顺便 count 有多少个，然后再两个相除。我们知道我在做什么吼，他们两件事做都一模一样，只是你出发点、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应该要不一样。思考方式应该就希望你能吸收到这一点。那他们做的事当然是完全一样的事。好，顺便讲一下，这是 Lisp 的写法。那写 Lisp 语言，我当初在学 Lisp 语言的时候，用的就是那种没有刮胡 match 的那个东西。我那时候有讲过，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们现在 editor 应该都可以 match 刮胡吧？知道什么？就是你的游标如果停在这个刮胡的话，通常后面那刮胡会 highlight 起来，通常会。好，我在学 Lisp 的时候，很抱歉，我那时候用的学校工作站上，然后用的 editor 是没有这个 match 功能的。然后你知道这个程式很小，然后不久以后你写大一点的 Lisp 程式，你就会看到，你很容易就会看到这种东西，对不对？对，你应该可以想象。然后接下来就是你先是写完了，他跟你说不过，因为你 miss 一个刮胡。好，我 miss 哪一个刮胡啊？哦，那时候很痛苦，那时候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很痛苦。然后现在你可以 match 这个刮胡就小事了，事情就很简单。好，接下来这个你们也算熟，可是可能不知道花多少时间在讲这个，就是我们还没有刚刚讲的 functional 嘛，然后 empirical 还有 declarative， 然后 OO 我们还没有讲。好，物件导向程序，大部分 OOP 一般来说，那 P 是指 programming 啦，但是也有人做 OOP 是 paradigm， 那都 OK。OOP 有几个重点，那 abstraction 是一定要的嘛，那这个是很明显，你把事情抽象化，我们的物件类别这都不太一样。好，有人知道 OO 的目的在干什么吗？其实这张我这边有写了几个，但是如果你只要它有很多原因，有很多目的，但是你如果一定要讲一个的话，好吧，我个人会认为是在帮助程式设计师少犯错。那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一个方法是使用资料隐藏。好，少犯错有两个目的，一个少犯错，一个目的还包含你的，可能有老师在讲 OO 的时候，所以希望你的程式可重复使用性，就可以被人家拿去利用，这也是一个目的之一。可是如果其实说真的啦，你们自己写程式有多少时候是拿给人家用？啊，除了学弟学妹和那个作业哈，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之外，好啦，我在讲你自己啦，或者什么就很难。好，你今天写一个东西，写一个 class， 今天你写了，譬如说大数乘法，好不好？我好不容易写了半天，写了可以用一个 array 去记每个位数，然后我写了譬如说100个位数，可以了解吗？就我写了一个 class， 它可以做大数乘法，100位的乘法，加减乘除。好，你把这个 class 你给人家用，或者你自己用也可以。结果哪一天你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个 array 里面的第三个数值你把它改掉了。这样程式就会得到你不想要的结果，就那个改掉不是你想要改的，或是你给人家用的时候你怕人家改掉，因为他可能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因为第三个数字改掉了，你可能譬如说你可能把位数从大到小，你可能从左往右排，你也可以从右往左排，看你高兴，你懂我意思吗？就是那些数字有时候对你是有一些特殊意义的。那甚至像我以前我自己是写过一个 class， 就是用一个 byte 去记小数，就记几率啦。我们常常程式要写 probability 嘛，然后你在计算 probability 的时候，我又不需要很大的精确度，然后你如果用一个 double 的话，它是double 多少？八个 byte， 对吗？对 ，double 是八个 byte。好，太浪费，因为我那时候我的 matrix 很大，就是我是一个很大的阵列。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几乘几，然后里面每一个都是几率。我在写一个马可夫 chain 嘛 ，Markov chain。好，那时候因为矩阵很大，你用 double 的话会爆掉，记忆体不够，所以我只好用，我精度没有要求很高，所以我用一个 byte 来表示一个零到一之间的数字。那你可以想象，很简单嘛，你的精确度256/1嘛，对不对？可是我里面实际上记的是一个 char， 可是这个 char 里面
如果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人就拿去用，然后 CHAR 里面那个 A 他把它加一，你知道他可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你懂我意思吗？对我来说，你的加一实际上是这个东这个数字可能会加二五六分之一，他可能想说，哎，我如果拿我的，他如果拿我的程式去用，结果他的 number 是介在一到二之间，他可能不是介到零到一之间，他就直接把它每个加一，可是对他对我整个程式来说根本不是这样用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会造成这些不必要的困扰，所以才会需要这件事情，就是。就是说可从程式可使用重复使用也是一个原因，但是我个人认为更主要原因是因为避免你这样重复使用的时候出现不必要的错误，所以你会刻意的做资料隐藏，可以吗？就是你根本不可以动到我这个 CHAR 这个东西，你在使用的时候我不准你使你，我不准你动，或是你要动的时候你只能透过我给你的窗口来动，我给你的窗口就是那个我给你的 public function 嘛，可以吗？就你只能呼叫我的 function， 你不能直接动我的 private 的 member， 这就是主要要做成这个资料隐藏。好，那当然资料隐藏还有几件事情，包含了 encapsulation 叫做封装，中文应该翻封装吧，那意思其实就差不多，就是你把一个物体整个包完，然后你要 access 我这个物件，你只能透过我给你的窗口，这是我们刚刚讲的。那 polymorphism 也是其中之一，就是你可以呼叫就多型啊，这怎么办？多型，好，你可以呼叫，可是你呼叫的时候，你呼叫这个 function 的时候，这个 function 实际上被谁给接过去，你可以不要太 care， 他们自己里面会 handle。就 depends on 你物件到底是什么，它会决定你这个呼叫的 function 到底是执行哪一个物件的 function。你可以有很多 function， 很多物件它有同一个 function name 嘛，然后这些物件之间也彼此可以继承，然后到时候会 depends on 你这个指标，或是到底实际上是什么物件，你决定要呼叫哪一个。就比如说我如果有 rectangle， 我刚刚讲的小画家例子，我 rectangle， 我有 circle， 我可以都呼叫他们的座，那他们会call 不同的座，一个会呼叫 rectangle 的座，一个会呼叫 circle 的座。好，那这个东西也是达成资料隐藏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反正对使用者来说他不 care， 你只要都是这一类 class， 我都可以呼叫一个 function 来做到。你们现在其实都有类似的事情啦，你们都有做，像 cout 那个箭头，两个箭头就是，对，两个箭头它不，你不用 care 后面接的是 integer 还是后面接的是字串，反正 cout 会帮你处理。其实他们呼叫是不一样的函式，对不对？这就是资料隐藏，因为其实你不需要管。然后当然还有继承，这个你们大家也听过一些。那其实还有很多东西，你们应该在 OO 的部分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好 ，OO 我们晚一点会再讲一些东西。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呢？我刚刚很简单的等于说把四个 paradigm 都用很简单的方法跟你介绍，那现在我们就是其实 functional 应该不会再进去下去，但其他的会再稍微讲深一点。 empirical 其实你们会很多，所以这边我会讲比较快。好，如果你有什么听不懂的，你就你可以问我，或是你可以叫我讲慢一点。好， empirical 的话就是你们常写的 C， 这种一定大部分都包含这些要素，那我们看一下就好。好，就是你一定会有变数，还有资料形态。好，这是 empirical 的特色。很多很多不是 empirical 的话，你不用管资料形态。有很多也有一些，就是我们晚一点会看的，像 prolog 里面，你定一个 a 的时候，你不用管 a 是字串还是数字还是什么，你不用管它。我听起来好像很开心，但是也不完全。好，就是。基本上你们现在已经经过第一章的洗礼，你应该知道电脑为什么需要 integer， 为什么需要定 integer， 需要定 floating。 OK， 就是我没办法用单一表示法，就同一个0101的 pattern， 你如果说它是 integer 的话，我会给你一个答案，如果你说它是 floating point 的话，我会给你另外一个答案。好，我没办法用同一个方法表示，不然的话我表示的范围会非常小，简单讲是这样。如果今天我有无穷的记忆体，那当然可以这样做，但是我就是没有。好，所以一般来说都会分这样，就整数啊、浮点啊，然后有
有 character， 然后就是字源，然后有 bully。哦，这你们看看就好。哦，就是 C C 加加是你们熟的，那这个 Java 也是用一样的 follow 一样的 send 一样的方法。那有 Pascal 是这样定，就你定一个数字和比较有趣，就是写线也在前面，然后冒号 integer。那 Fortran 的话是用这样的写法。Fortran 的话，这边好通常要写个 field， 它要写86，就是你要定8的 integer 还是16的 integer。好，这个你们看看就好，你要知道所有的 paradigm 的所有 empirical 的 paradigm 的 language 都有这样的状态。好，对，他们里面都有一些已经含有的资料结构，资料结构是我们的下一个单元。那可是你们现在已经会一些资料结构，你们至少会阵列。好，那阵列是我们所谓的 homogeneous array。Homogeneous 就是里面这个阵列里面每一个元素它都长得一模一样，就是大小都一样，解读方法也都一样。那你们应该有学吧？你们应该有学 struct， 有没有 ？C C 加有吧？有同学点头。有同学没学的吗？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不同班。好，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 struct 的话，那你至少知道 class 嘛。那 class 是可以把函式一起包进来，你就想像是函就是一个 class， 但它里面没有函式，它就只有不同的东西，就不同的 member variable。哦， struct 你可以想象是这个样了，好不好？那你也可以用 struct 把这几个包在一起。好，这样的话我们称为一个 heterogeneous array， 就是它其实也是像是一个，它其实也是一维的。一连串的，可是每一个大小都不一样，像这个是25 byte， 好，这个是4 byte， 这个可能这个也是4 byte， float 的话应该是4个，可以吗？好，你把它包在一起，说这整个变数叫做 employee。好，那你们应该知道这里面我可以用点嘛，就是 employee 点 name， 然后去 access 这个东西。可是你们在打点 name 或点 age 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是指标，顺便讲一下。就他怎么知道你到底是哪一个，我到底从哪里开始 access 这个资料，其实它就是指标了。也就是说点 age 的时候他知道，反正就是从这个开头开始数25格以后的那一个就是 age， 从就数25就是26 26 27 28 29，这四个其实就是 age 的地方，然后它会指在这个东西，就是你那个点 age， 它其实就是指一个指标，指到第26号抽屉，可以吗？就是跟你们讲，在 C C 加加里面是这样去 implement 这个东西的。好，那你有所谓的 const 和 literal， 这个字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过 literal 就是这个东西了，就这个东西，就你直接把它写在里面的那个东西叫 literal。譬如说 hello world， 这也是，可以吗？这个东西叫 literal。那 const 就是它有个命名，你看起来有个变数命名，那它其实不能变。好，就是你写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你可以写 const 的 int i 等于6645。那这样的话 ，a 是 const。那这是 Java 的写法 ，Java 是用 final。我就说这个字已经 final 了，这也 OK。好，那所有的 constant 的重点是它不可以是 l value。好，这种名词你们都要习惯一下，因为这是 compiler 会跟你给你讲的错误讯息。就你如果你可以回去试试看，好不好？就你写一个这一个 const int a 等于645，然后之后再写 a 等于 b， 你甚至不用定义 b 或什么。然后它你 compile 的时候，请不要按 F9 那个，你就真的去 compile 看那个错误讯息，它应该会有一句话说类似这个东西，就说一个什么东西不可以是 l value。好像你们知道的 L 的意思就是 left， 左边，就是说它不可以是在 assign 的左边啦， assign 就是 assignment 的左边， assignment 的左边。好，这是所谓的 L value。好，那还有一些你们也会啦，这都很简单，就是你可以 assignment。其实我比较赞成像这种或这种的 assignment。我个人说在，我虽然很喜欢 C 加加，可是我对他的 assignment 和等于并不喜欢，因为你们不学这个不觉得很讨厌吗？那就不等于啊，就我们从小到大学等于就不是这个意思啊，对不对？所以你说 i 等于 i 加一是什么意思？ i 等于 i 加一，两边 i 消掉，所以零等于一，好，结束，好，就好，我不喜欢这个啦。你如果写这样的话，很明显嘛，对不对？
就你们知道 CC 加加的它的 symbol， 反正所以又因为这个样，你们常常 if 的时候等于写成一个 single 等于嘛，因为跟 人一般使用不习惯不太一样。好，还有这些 operator 的时候，当然它有所谓的优先顺序，你们也知道，大致上就是什么乘除加减这些东西。然后有，可是 operator 比人类定的多很多吼，就是我们还有什么 XOR 啊 OR 啊，还有一堆乱七八糟，还有什么大于刮胡问号冒号，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知道我在，然后就 A 大于 B 问刮胡，然后问号，然后零冒号一，它也是个 operator。然后你现在也学了什么？Shift 对不对？小于小于大于大于，你也学这些东西，他们都是 operator， 你要记这些优先顺序，我跟你说你会累死。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写程式，就是请拼命刮胡，你只要不确定，请你就把它刮下来，因为你记这个很累啦，真的真的，我不建议你们去记这个东西。好，我看 control， 看 control 有多少。好，我把 control 讲完好不好？大概一分钟，我把 control 讲完。control 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 go to 啦，可是你们应该没有人会喜欢这个程式啦。一开始 go to 40，如果分数小于60的话 ，go to 60 print failed。那如果不是的话，就继续走嘛，对不对？它没有 else， 但它会继续走。这边又说 go to 20 print passed， 然后到这边 go to 70都 stop。好，你可以看。可是你会觉得这程式谁写的、啊？就是好，我要讲的是 go to， 你虽然看这个程式很好笑，但是如果你常常只能用 go to， 程式一长，你很容易造成这个现象，因为你要 go to 这件事可能不是当场决定的，可能你写一写说好，如果有 condition 我要 go to 哪里，我就临时插一行嘛 ，if 怎么样，然后 go to 哪里，然后这种东西插久了，你会造成这个现象，就是你的 go to 其实很乱，然后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的 go to。好，所以后来就有人很应该你们有可能有人教 go to， 但是极力请不要用 go to。好，我现在是一样的 common， 可是你一样要会知道有 go to 这个东西， CC 加加一样可以用 go to。好，这是 CC 加加的指令之一，可是请不要用，你知道这个事情但请不要用，因为它会弄坏整个结构，还弄坏整个架构，好吧。然后这个因为我们讲过，所以知道我们有 if。就 control 流程，我们有 if， 我们有 loop 其实还有三种，我们之前都讲过，就是 pretest、posttest， 还有一个 for 嘛，然后有 switch case。switch case 说实话啦，我个人也不是很建议你们使用，很多同学会忘记 break。然后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 break， 有些时候你可以不要写 break， 让这两个 case 变同一个 case， 然后有时候还要都没有的话，你有个 default。我个人说真的。你如果觉得写起来很漂亮，你可以写，但我个人觉得它常常造成你们程式的错误，所以不是很建议。我会建议你就 if then else if if then else if 这样一直下来，我觉得这样子 OK 的，好吧？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好了。好，这我们昨天讲的部分。那好，我们讲到刚进入 OOP， imperative 讲一点 ，imperative 讲了一些，然后我们讲了什么是 literal， 什么是 const。那什么是然后 empirical 的parity 里面有 assignment 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应该刚进入 control 嘛，然后 control 跟你们讲说不要记得不要没事用 go to， 但你要知道 go to 是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其实其他的这些 for 什么 if then 都是用 go to 做出来的，这应该看得出来。好，就你如果 compile 成那个 assembly 的时候，它里面其实都是 go to 而已，就是我们所谓的 conditional jump。好，那 control 有一些structure， 那包含像 if 嘛 ，if 你知道就这边是流程图嘛，就好，然后while 的话就是反正你先测 b 成不成立，然后就成立就一直执行 s， 不然出去。啊 switch 的话就比较多，那我这大概就上次都讲到。好，那 for 的话比较长一点，那我们上次其实有之前也有提过，大家同学其实知道。For loop 是 pretest 嘛，也就是说你进来先 test 以后 true 你才会执行 body。 好，所以 for 不保证这个 loop 一定会被执行一次， depends on 你的 test， 那剩下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好， comment comment 是程式常用的东西，那
这其实你们都会啦。C 这是 C 的语法，那 one line 的话你可以用两个斜线，那一个 block 的话你会用这样的写法。那有一种比较怪异的、比较特殊的啦，是你如果这边有两颗星的时候，有一些软体会自动把这边当做 document。就是说现在你写一些程式，你可能写完以后，你如果要给公司或给别人，你还要再打一份文件跟人家讲这些怎么使用，那这还蛮麻烦的。那有一种方式是你在写程式的时候，你的 common 就用这种 common 法。那现在有，然后就会有一些别的软体，其实比较著名的是 DuxGen， 其中比较著名，这也是免费软体，你们有兴趣可以试试看 DuxGen。应该就这样吧。那很明显的是 DuxGen 和 DocVOC 的综合嘛，好，就是 DuxGen。那这个软体它就是它会读你的。你 input 就是你的那个档案，然后 output 很厉害，它可以 output 好多格式 ，HTML， 还有什么也可以 output PDF， 它就会去截取你的函式，比如说你这是 common， 如果下面是个函式的话，那么上面有这一个这样的东西，它会把整个 common 放在那边。然后如果是 HTML 的话，做的还蛮厉害，它可以做树状结构，就 hyperlink 都会帮你做好，然后你可以点进去，然后再展开这样。我可以在那个讨论板上丢一些例子上去了，如果你们觉得有兴趣的话。好，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那其实这种写法也不是很常见吧？你们应该知道，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写都喜欢写一个 block， 就是譬如说我落在最上面的话，我们很喜欢就是写成这样，应该看过吗？然后，应该看过这样的 common 吗？就是这里面我可以写很多很多啦，这没差啦，啦啦啦，对之类的，对，就我这边可以写爱写什么就写什么。那通常很习惯我会弄成一个 block。那有些人是我自己是喜欢前面一个星就好，有人还蛮要求完美的，后面要打星这样。好了，我不太喜欢后面要打星，因为你每次前面写一点加点东西，后面就要跟着打，很讨厌，所以我不太喜欢后面这个星。不过你看出了就是利用，因为它其实不 care 嘛，这不是 common 特殊形式，它只要抓到前面有一个斜线和一个星，对不对？斜线一个星，然后后面它就不管你打什么了，然后直到最后的一个星和一个斜线。不过这个方法在很多程式里面常见，那里面可以写很多，比如你作者是谁啊，产生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啊 ，copyright 是属于谁啊，等等等等等。好，这种蛮常见的。那写程式其实说真的，如果你这个程式久了以后要自己用的话，即使是自己，你不给别人也请偶尔加点 common， 好不好？就你们应该有经验吧，尤其你写那种变数，尤其变数命名没有命得很清楚的话，你以后来个什么 a 等于 b 加一。然后写过日子，你再过半年以后再回去读 ，A 是什么啊 ？B 是什么？他干嘛要加一？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好不好？就练习一下。我知道 common 看情况，很小的程式我也是不用了，但是你如果希望这个继续保留下来的话，是最好用一下。好 ，calling procedure， 我们其实有讲过这件事情，就是在呼叫function 或呼叫 procedure 的时候，其实是蛮花时间的。那实际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你的程式执行到这边，然后这边呼叫某个 function。好，呼叫某 function 的时候，其实就是等于是其实也是个 jump。你们应该学过学指标的时候有没有学过 function 是一个指标？有老师提过这件事吗？没有。好，好，等我再有空的时候，我再秀给你们看那个程式啊。你可以把 function name 印出来，要出来，它是一个指标，它是一个位置。你就发现那个名字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指标的名字，那指向这个 function 应该摆在的位置。好，那到这边的话，它会根据你 function name， 其实就是那个指标，然后跳到那个地方。然后你知道，你再回想到第二章我们讲的事情，你就知道有很多什么PC 要变嘛，然后 IR 要跳啊，等等等。那到这边以后，其实还有一件事要做，包含了这里面的 allocate 它的 memory。就一个 function 它有一个一定，就你在 function 里面还是可以会需要有自己的变数嘛，什么 int i 啊、j 啊这些变数。那它这些 memory 通常不是跟这个是视为分开的。这个我们通常称为一个 stack 啦，但是 stack 我们还没教，晚一点再跟你们讲。好，在资料结构会稍微讲到 stack。好，这边会有一个开一个固定，通常是一个固定 size。那
我不知道 exactly 现在是开多少，我记得至少曾经有一段时间这边开的是就是看 depending on the compiler、有一段时间 by default 的话 C 加加 compiler 这边开的是 18K byte， 也就是你这边如果变数宣告太大的话，你应该有经验，就在一个阵列，在一个里面你开一个阵列，譬如说二维阵列，你如果开太大，就直接写，我的意思说直接写这样的二维阵列，写太大的时候会失败，应该有印象。那这个情况下就是你这样写的时候，这个阵列的 size 超过了 compiler 预设给这一个 procedure 的 size。那这件事不光是 procedure， 以 C 加加来说，你知道全部都是 procedure， 就是一开始就在 main 里面。OK， 那你如果需要的很大的话，你知道要怎么做吗？就动态配置嘛，就你需要 int star star a， 然后什么 new 什么什么，那些的话，你就用的是我们所谓的 global memory。好，这边开的话会开一个所谓的 local state memory。好，那的好处是因为在这边的话，小嘛。小的话，你知道定值比较简单，比较快，在这边 access 会比较快。你用 new 的话 ，access 那 memory 会慢一点点。好，不过你真的需要很大量的话，你就只好这样做。那等到这个 procedure 被执行完毕的时候 ，return 回去，然后刚刚所配置的这些记忆体全部 release 掉。哦，这应该没有问题嘛？你在这个里面所定义的任何变数或什么出去都看不到嘛？我觉得这整个应该会被释放，所以他必须要做这一些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原因，就是tail recursion 不是一，就是在效率上会比较慢一点点，会比较慢。好，这个其实你们都知道了，就是这是一些 terminology 而已，这些术语而已。那好，有所谓的。就是这是 return 值啦，那在 C 有个特别 return 值，就是你们不 return 就是 void。那然后这边有我们所谓的 formal parameter， 其实到下一章我们会讲得更清楚何谓 formal 和actual parameter。然后这是里面的我们称为 local variable， 因为这个 variable 只有在这一个 scope 里面有意义。好，就你们知道吗？就是这个 variable 只有在它所含的那大括弧之内是有意义的，从它你定义开始到这个刮弧结束为止，这是它的 life scope。 那接下来就这些只是一些 statement。 好，关于 procedure 我们还要再讲多一点点东西。procedures headers， 你们知道吧，就是OK， 你们知道就是像我刚刚写这个 my poll， 如果我写在 main 之前 ，OK， 我在 main 里面可以直接呼叫；如果我写在 main 之后的话，我不能这样，就它会不认得嘛。就是如果我写在 main 之后的话，我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其实你知道都是 copy paste， 所以就奇怪。哎，我的卡哦，奇怪，我的什么东西多出来了 ？OK， 好，就你需要一个这个东西，然后这样，这叫procedure header。那这个 header， 你说那你可能会想说，那我干嘛那么麻烦？我就全部都写在面前面就好了。可是有时候你会做不到，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生 A 呼叫 B，B 呼叫 C，C 呼叫 A， 这时候谁要在最前面做不到 ？OK， 有时候 header 是必要的，你一定得用。那在写的 header 的时候，你知道一件事，就是他在意的其实是传入引数和传出引数的形态，他不在意名字。也就是说，我这样写可以，但是我也可以不要这一个，不要 X， 不要 Y， 这是一样的，可以吗？然后他在意的就是你传入值和传出值和你的 function name， 就这样，他在意这几件事情。好，那习惯上还有一件事，就是 header 因为习惯上都写绕绕等的一串，所以又看起来不好看，所以习惯上我会把这么多东西再放在别的地方，就在另外一个，就有时候是另外一个 header include 这些 header。好，这个你们在继承应该都学过，只是提醒回想一下这些事情。好，那 local global。你们知道吗？对不对？这个你们其实应该知道。那在 local 的时候，同样名字的只能有一个，这应该你们知道。global 和 local 的话，你可以各有一个，
同名可以各有一个。那你要 access 那 global 的时候，你们要用两个冒号，你这好这都知道嘛？好，那这我们就不要再讲了。好，formal actual， 好 ，formal actual 其实就是你定义的时候，你定义 procedure 的时候，那一个通常我们习惯上术语称为 formal parameter， 就是像我这边，我定义的 x y， 这个叫做 formal parameter。好，那我去呼叫它的时候，那个叫 actual parameter。譬如说，我可以在这边呼叫my pol a b， 我可以这样呼叫 my pol a b。那这个 a b 就是所谓的 actual parameter。啊，这只是术语而已，因为不然有些时候不好讲啦，术语的目的就是为沟通啦，不然有时候不好讲。好，那好讲这些要干什么呢？其实主要就是怎么我们其实写 procedure 的时候，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参数是怎么传递的，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边有几个 call by value, call by reference, call by address。其实它有一个还有一类型我们没有列出来了。如果真的学比较正式的 programming language， 还有一个叫 call by name， 有一些 programming 是 call by name 的，就是你只要名字一样，它就是一样。好，在 C C 加加，你应该很明显知道不是 call by name 嘛，就是你的 A B 丢进去以后就会变 X Y 嘛。OK， 这应该没有问题。那这几个东西，这几个方式，其实C C 加加都支援。哎，好，C。当然没有这一个，好 ，C 没有 reference， 所以当然没有 call by reference。好，其实就是，可是说穿了，讲直接一点，即使 C C 加加，就是我们讲 C 加加好，它三种都支援，其实做的事情只有一样，就是 call by value。你们应该知道这件事嘛？它做的事情是只有一样，所谓 call by address， 其实是它还是 call by value， 只是它用 operator 把它。传过就你传过去的抽屉号码，就是 address 是 call by address， 你们知道，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因为我这样讲是 assume 你们已经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我可以传入指标进去。好了，就是这件事情，我直接打了。我讲 call by address 的时候，你们知道吧？就是，就这样嘛，就是 call by address 嘛。那我要呼叫的时候，呼叫方法是这样啊。这已经写好多了，把它砍掉算了。我要呼叫的时候是传入它的指标嘛，所以我是这样子做嘛，可以吗？就下面不要管了，下面是其他的程式。OK， 好，那这样子是所谓 C 里面的 call by address。那你们应该也知道，如果我做这件事在里面，如果在里面做了我如果做这件事的话，其实 A 的值出来就会，就即使出来以后，它还是会变六。有印象吧？知道我在讲什么？这是 call by address C 的 call by address， 可是。call by address 这只是一个名词，可是实际上他在做的事情，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 value， 是你先好五是一个值，然后它有个抽屉号码，对不对？五被存在某个地方，譬如说它被存在100号抽屉好了。好，你做这个 operator and a 做的事情是什么？这是一个特别的 operator， 是把100拿出来，然后之后这个100呢是用 call by value 的方式传过去的嘛？就是他是把那100拿过去，然后这件事指令是干什么呢？是跟你讲，你拿到100，然后你把100打开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把它拿出来加一。那些你100号抽屉打开里面是5嘛，拿出来加一，这是这个指令在讲的事情，可以吗？我要严格讲的话，其实你们可能会有点困惑。严格的写的话，这其实写 A 可其实不太好。这个是 A， 其实我这样写的时候，这个其实是 A 的位置。其实写 P of A 可能好一些些，这样会不会比较清楚一点点？所以在传递这件事，它其实是把100传过去而已。那传递100过去这件事本身还是 call by value，
可以吗？其实就你们学 CC 加加指标，我知道有些很困惑，就你们不要把资料形态跟 operator 弄混。像这一个的心是资料形态，你如果很不喜欢这样的话，你可以考虑对不起，你可以考虑写成这个样，反正他也容许你这样写。你可以把它想成它就是一个资，好好近，你可以想成它就是一个资料形态，这个资料形态就是抽屉号码。OK， 那这一边的这一个心呢，下面这个心是 operator， 是操作员。他做的事情是拿抽屉号码去换抽屉的内容，好吧？就你不要混淆这件事的话，你其实这个程式你应该看得很清楚。他其实做的是就是 call by value， 他利用 call by value 方式配合 and 和星星这两个 operator 达成 call by address， 可以哈？就抽屉号码传过去的方式还是 call by value 而已，可以哈？好，你如果懂了这件事情以后，接下来的 call by reference 是什么事情呢？ call by reference 其实一模一样，就是它里面的内部程式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只是换个写法而已，可以吗？就是我刚刚可以用所谓 reference， 如果 call by reference 的话，我这边就不需要这样写，然后上面只要写成这样就好，那这个就真的是 A。这个刮胡单不需要。好，我这样写这个程式，其实做的事情跟刚刚的程式，刚整个程式一模一样。好，我就不 run 了，这个太简单了，不太可能出错吧？我想。好，就是你进来，然后宣告这是一个参考形态 ，reference 形态。所以 reference 的意思就是假名啦，就是取绰号。好吧，我这边不一定要写 A， 你们应该知道这都无所谓。我这边可以写 B， 这不重要。那这边其实，那你写 reference 的话就是想象，就是取错，就是 A 是名字，然后 B 是他的笔名，然后我把它 B 加加以后，跟 A 加加结果是一样的。在这种里面，它没有多一个参考，就没有多一个记忆体位置，它是一样的，跟刚刚一样，就是你还是只有一个地方摆了五，在100号那个地方摆了五。那 CC 加加怎么实做这件事？就是用 call by address 去实做的，听懂吗？所以说穿了，就是我要跟你们讲，就是 CC 加加支援三种 call by value、call by reference、call by address， 但实际上它真正做就只有一个，就是 call by address。所谓对不起，我已经昏了，就是 call by value、call by value。那它所谓的它利用 call by value， 然后配上就是 and 和 star 这两个操作员，就是把内容换成抽屉号码，把抽屉号码换成内容，这两个操作员达成了call by address， 然后再利用 call by address 达成了 call by reference， 那实际上就是 exactly 就只是你怎么方便怎么写而已，可以吗？这边要讲就是，如果是 call by value， 这你们都会啦。如果是 call by value 的时候，概念其实很单纯，就是 call by value 它是完全要 create 一个不同的 variable， 然后再呼叫。正确来讲是 copier， 但你要讲 assign 也没什么不对。也就如果这边有个 A， 我忽然这边的叫做 B 的话，它其实是 create 另外一个 B 的位置。也就是我刚刚说 A 摆在100号抽屉，当你呼叫 B 的时候，它就必须给 B 放一个位置。譬如说，假设说 B 在120号好了 ，OK， 那这样的，然后之后它会把5，它会看一下100号抽屉里面是5，然后就把120号抽屉里面也放5。好，这是 call by value 的概念。那之后你在这边不管对这个做什么，对 B 这件事不管做什么，其实它名字一样也没有用，就你即使用也名字一样都用 A， 可是这两个 A 是不一样的 A。 那在这里面就对我来说，就是对程式来说，就一个是100号抽屉，一个是120号抽屉。那在这里的时候，你不管改什么改都是120号抽屉，可以吗？所以100号抽屉里面的东西怎么样也不会变。好，这是说 call by value 的概念。那等你这个 procedure 结束的时候，120号就会被记忆体就会被 release。那被 release 你们应该懂啊，就是被 release 的时候，这个值通常其实还是不太会变了，但是意思就是任何其他程式都有可能使用它把它变掉，都有可能，就只是这样而已。好，那如果是 call by reference 的话，
好，这不是 CEO， 这是 pseudo code 而已，就请不要说我这是什么操作员，就是我只是很单纯这样做。可是如果我今天跟你讲这个语言它是 call by reference 的时候，那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讲，就是跟这边一样的事情，跟 C 实际上 C C 加加的写法是这样。哦，这是一个概念性，有一些语言它有一些的确有一些语言它就只有 call by reference， 而有一些语言它就只有 call by name。哦，这也是蛮有趣的，就是你整个程式不管什么时候叫 A， 它永远都是同一个地方。哦，也有这样的语言。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 call by reference 的话，你五的 reference 是个参，就参考嘛，参考其实它不真的给另外一个记忆体位置，就你还是只有一个100号抽屉，然后里面放了五，就这样而已。然后你只是知道现在这100号抽屉之前叫做 A， 现在有个名字叫做 B。就当你讲到 B 的时候，你还是去看100号抽屉；你讲到 A 的时候，也是去看100号抽屉。然后不管是 A 跟 B 哪一个改了抽屉里面的位的内容， 100 号抽屉里面内容被改成6，那 both A 跟 B 看到的都会是6。可以吗？那这整个的做的在至少在 CC 加加里面实作方式就是用 address， 就是操作就是那些心啊还有那个 end 来实作的。可以哈。好。好，这是一个小事啊，这是课本要提，我们就讲一下，就是有一些有一些语言里面就是他们会特别会讲说 function 和 procedure， 就是一般来说 function 就是在数学上嘛，你知道 function 一定要 return 一个值，就 f of x 一定有个值。那一般来说你如果没有 return 值是 void 的话，我们习惯就是它比较是 procedure 而不是一个 function。就这样，就是有一些语言这是有差的，那也有一些语言它并没有 procedure， 也就是说有一些语言它规定你只要定义一个 function 它就一定要 return 值。可以吗？就是 C 里面有个 void 的是特例。其实你知道，其实 C 也没有跳脱很多，它还是要你一定有个 return 值，只是这个 return 值的资料形态是 void。这样听起来有点困惑，但是其实它还是 follow 大家的规范。好，整个Compiler 在做些什么事，或是 这其实跟 Translator 也是一样啦，我只是习惯上我就讲 Compiler。 当你有个 Source Code 然后你开始做的时候，要经过这几件事，至少要经过这几件事。我很简单讲一下这些事在干什么。第一件事叫 Lexical Analyzer， 它重点是 Identify Tokens。 Token 是什么东西？就是 A 等于 B 加100分号，好吧，我写这一行，它必须要分出来。Lexical analyzer 要知道这是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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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块。好，这是 Lexical analyzer 在做的事情。好，就是不要小看这件事，也没有很简单。你要知道，它不是都一个字嘛，对不对？它可以很多个字，这里面字有些时候可以有 underscore， 有些时候不可以，所以它也有一些规则在。这是你第一步要做的事情。然后第二步要做的事情是所谓我们叫做 parse， 好，这个概念叫 parse。parse 要做的事情呢，其实就是建一个 syntax tree 语法树。在 parse 的过程的时候，它会去辨认哪些 token 是 operator， 哪些 token 是 operand。然后去建立出一个东西，好，这个东西其实，怎么建立？我们等一下就要讲了。就是我举例而言，这个东西要建立成语法树，其实就有点像这样，建起来的东西有点像是加，它是一个 operator B 和100。好，然后这个的结果 assign 给 A。好，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它又能建立起这样的东西。那在建立起所谓 parse 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同样包含了所谓的先乘除后加减这件事都要搞定。就你如果写的是 A 加 B 乘 C， 那你应该在树上要 B 跟 C 先连在一起，然后之后再连 A。 好，这是所谓的 parse 的过程。然后这些都做完了，就可以开始去产生 machine instruction。
好，这时候才开始能，就你开始知道程式要干什么，你才能去做 machine instruction。好，那这做完的结果叫目标函式嘛，目标程式就 object。那你知道，就是这个跟离执行档可执行档还差一步。我上次其实有讲过，就是你在 link， 就是你这里面可能用了一些人家写好的程式，这是你自己写的程式，到这边是一个目标档、目的档。然后你里面，譬如说呼叫了 see out， 这是人家写好的程式，人家有个函式库，那已经写好的 code， 然后跟它 link object 跟函式库 link 在一起，就会成为真正的可执行的档案。好，那怎么做 lexical analyzer， 这个我们在这边不讲，你有兴趣的话，离散数学会讲一点，然后比较细的会是计算理论。他会跟你讲怎么做个自动机 finite automata， 可以很容易做这件事，相对容易了，相对容易。然后我们会简单的讲 parse， 我们讲怎么讲，我会跟你讲怎么做 parse， 但是概念而已。可是要怎么做的有效率，那这个课我们电机系没有开，好像资工可能有，就是它就是 compiler 这个课。就你要怎么做这件事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怎么做的很有效率，那是蛮困难的一件事。好，第一件事就是我把 token 辨认出来以后，我要能建立起这个东西，那我必须要有所谓的文法。文法就是说，譬如说你要知道一些 basic idea， 譬如说你要知道加它是二元运作子，它 take 左边和右边的等等，然后它输出的也是一个数字。你要知道这些事情，那我们要怎么规范这些事情呢？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用所谓的文法来规范。好，那这本课本上用的都比较简单一点，用画图。但是其实很少人是真的用画图。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 algebra 的加减乘除 algebra 的就是图啦。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跟你讲，先跟你讲定义什么是一个 factor。好，这 factor 可以是 x 或 y 或是 z， 好，这个图是这是这个图要讲的。然后再定义什么是一个 term， 一个 term 可以是 factor 加上一个 term， 好，这有第一回定义。然后或是 factor 乘上，这跟 x 好像，乘上一个 term， 好，乘上一个 term。好，这它没有除哦，好，不管加减和乘。然后再来是一个 expression， 一个 expression 是一个 term 加上一个 expression， 或是一个 term 减掉一个 expression。可以吗？我就这样定义上去，然后他跟你讲，一整个 algebra 合法的 algebra 的式子就是一个 expression， 可以吗？像在这个里面，你就不能写，在这个语法里面，你就不能写 a b 加。你可以去试试，不是 a b 啦，因为它没有 a b。好，对不起 ，x y 加。好，这是 invalid 的，这是不合语法的。为什么？因为你没办法把它做成一个 expression， 没办法利用这个规则，因为它不是 expression， 就这样，可以吗？那你譬如说用这个，我可以创造什么句子？我可以譬如说我可以创造，我可以创造 factor 乘上一个 turn 自己嘛？turn factor 乘上一个，对不起 ，turn 也可以自己是 factor 嘛？这一条路也可以通。我刚刚少讲这句这件事。好 ，term 本身是可以是一个 factor， OK， 所以譬如说 x 是个 factor， 那它本身就是一个 term， 然后term 也可以 ，y 也是可以是一个 term， 所以接下来我可以做这是 x 乘上这个是 y， 所以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可以吗？然后再来 term， 譬如说 z 是一个 term， 然后后面是一个 expression， 这是一个 term 嘛，然后我可以再加上一个 expression。好 ，expression 也自己也可以是一个 term 而已，就是第三条路 ，expression 可以是一个 term 而已，可以吗？就这样去创，所以我可以创造出，譬如说这个样的东西，它是一个 valid 的 expression， 好，它是用文法来去创这个东西，但是说实话，这是太简单的文法，然后我们就要写这么画这么多图，所以其实很少书这样用，大部分是写成这个样。好，我希望你们能看懂这个写法，也不难啦。那个一杠就是 or 的意思。好，所以我有个 starting point 的 starting， 我要跟你讲 starting 是什么。starting point 是一个 expression， 我就跟你讲，任何 algebra 它都是一个 expression，
合法的，它都是一个 expression。 那 expression 可以是什么呢？它可以是本身就是 term 自己，或是 term 加 expression， 或是 term 减 expression。 然后再来，什么是一个 term 呢？就是它可以是 factor， 也可以是 factor 乘上 term 或 factor 除上 term。 我、哦、这边多加一个除了、哦、不重要。然后接下来到底什么是 factor 呢？它可以是 x 或 y 或 z。 好，在这里面我除了跟你定义这几个以外，我还必须跟你讲所谓的 terminal 跟 non-terminal， 也就是说你会一直问下去嘛，什么是一个 expression， 我跟你讲是 term， 然后什么是 term， 我跟你讲是 factor， 什么是 factor， 我跟你讲 x y z， 你不会再问什么是 x， 对不对？可是你没有道理不问啊，所以我必须要跟你讲到这边不要问了。好，这是要有个特别的方法，所以我们叫 terminals， 就是终端到 x y z 这边，我跟你讲不要再问了，它就结束了。然后其他的都是 non-terminals， 就是 expression、term 和 factor。 就你最后写出来的式子只可以是 x 乘 y 加 z， 你不能给我写一个 term 乘 y 加 z， 没有 term 这种东西， term 不是 terminal， 你要继续问下去，可以吗？这件事情在刚刚的图也有秀出来了，只是就是我没有讲，就是这个它用方块来代表 non-terminal， 然后用圆圈代表 terminal。哦、那当然 还有一件事蛮明显的，我刚刚后面那张好没有写，就是所谓的乘加减除他们也都是 terminal， 就这个都不要再问了，可以吗？这样前面这张图有秀出来了，就是这个是 terminal， 这个 terminal， 这个 terminal， terminal。 其实我怀疑这个好像，哎，不对，这个图有点问题，这应该是乘除吧。好，我去 check 一下，这个跟课本，这应该是乘除啦，应该是乘除，我想应该弄错了，可能画图的时候 copy paste 弄错，可以吗？我们是不是20分了？哦，好，好，那机器就先这样好了。然后我们下先休息10分钟，我们再继续讲。用这些规则，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 passing tree。